现在是非常有趣的现场了。我们先看到一个人的身体是能有多柔软呢？在大陆真人秀节目，他就找来一个是俄罗斯的软骨美女，不但身体能自由的弯曲对折，还一边能下腰，一边用这个脚呢夹开了啤酒瓶，他要来挑战金氏世界纪录。轻轻松松就能把头从双腿中间钻出，还能展现迷人微笑，神乎其技的动作简直就是个橡皮人。她叫茱莉亚，来自俄罗斯，从四岁开始练起软骨功，身体嫩 Q 到了接近诡异的境界。只是大老远跑来大陆，可不只有这点本事，她要一边下腰倒立，一边用脚来开瓶。左脚绑上开瓶器，右脚协助固定瓶身，只用双手支撑全身重量，动作还能这么淡定不慌忙。只要打开这个，打开这个，这个记录就诞生了。金氏世界纪录，一分钟最多能开五瓶，茱莉亚硬是多了两瓶，当场挑战成功。只是这位金发碧眼的阿多亚姐姐可是有练过的，小朋友别乱学，小心骨折嘞。中天新闻综合报道。